我们有一个单元啊，是桃仙姑会客室，测个字好不好？金城武用能力的能来测他自己的爱情，所以你要问的是很具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是爱情吗？我的意思说，你说你要问你的爱情运势吗？未来吗？还是爱情的？都可以，看你能讲什么就讲。好，他不愿意多透露哈。这个呢，应该是在半年内发生的啊。然后，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，脚踏两条船的金城武要小心，因为呢，能啊可以接很多字，比如说能不能复合，能不能啊、哦，或者是这个体能能不能复合。才是没有问题啦，体能上呢，这个因为有潜水，所以体力还不错。那这两个女生自己要这个，有一个比较不爱吃醋的，你比较爱她，这就是桃仙姑这个参透这个字以后讲出来的。如果有一天呢，可以问别的吗？不行，先问爱情。应该还想问别的？没有，因为觉得很准啦、啊。没有啦，我乱讲的啦。等一下你要讲一下，这我是不是在乱扯？没有乱扯啦，也不是脚踏两条船啊。但是什么？但是就是有机会的，对了。是能力有问题。能力啊。是哪一方面的能力哦？所以在这边呢，要预祝我们金城武，除了我想事业如日中天之外哦，这个爱情顺顺利利，赶快找到这个另外一半。另外一半至少开两个条件，好吧？第一个，胸部在 C cup 以上，需不需要？要。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二，对不起，条件。条件呢？女生。如果这个是 C cup 以上的话，那二就说它不是假的。所以啊，再次谢谢金城武，掌声鼓励鼓励。